不过，在整桌猪肉的宴席中，最具仪式感的一道菜还要等到开席前制作。它不仅考验着厨师的手艺，也是整桌杀猪菜的灵魂，那就是血肠。王大哥说，血肠好吃的秘密隐藏在调血中，烀肉的原汤、葱姜、十三香都是必不可少的配料。加入鸡蛋，既可以起到凝固定型的作用，更增加了血肠的鲜味儿。血肠的制作意味着婚宴临近。